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1 元女技能改动 5.1 到 5.3 复刻曝光，钟离新皮肤来了，冰系被雪藏 5.1 减 5.2 双神复刻，第二期混池开启时间曝光 5.3 火神加尼法登场，元神纳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即将登场外，就是 5.1 版本前瞻直播的到来了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随着 5.1 卡池将近，后续混池、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1 卡池和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最近网传的消息比较多，不过简单来说的话，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已经官宣，复刻角色就是之前一直提到较多的千之、纳西达、胡桃这三位，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据说是恰斯卡，复刻角色的话目前说法较多的是温迪、流浪者、仆人复刻，这个版本只能说看看，毕竟版本跨度大。而说起第二期混池的开启时间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，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第二期混池的开启时间是在 5.3 版本，简单来说就是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会有新的一期璃月的极入祈愿，也就是说璃月混池要来了。目前来看，满足条件的璃月角色有甘雨、克勤、七七、白竹、萧、公子这几位，胡桃、叶兰、钟离进混池的概率不大，再加上 5.3 版本又是海灯节，又在过年期间，这时候开混池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网传的消息来看， 5.3 版本不仅仅是海灯节的到来，据说火神马威卡、五星兵法粉毛少女茜特拉利也会登场，两位女五星登场还是非常香的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元神纳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炎女希诺宁的强度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有关于希诺宁及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等角色的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1 卡池新角色希诺宁的消息了，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 V4 的技能改动中希诺宁2命会改动，至于是什么改动目前并不清楚，据说是加强，这么来看的话，希诺宁的二命应该又是一个重要命座了，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希诺宁可以说是必抽的，搭配水神弗宁娜、万叶三个顶级增伤辅助组成的三拐一，随便带个输出都能打，也算是新时代的三大神辅了。而说起后续 5.1 到 5.3 卡池复刻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最近网传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5.1 卡池会有三位角色复刻，分别是小草神纳西达、千之、胡桃。 5.2 卡池复刻概率较大的是伞兵、温迪、仆人，这么来看的话，钟离、申鹤、莱欧斯利这几位算是被雪藏了。 5.3 卡池据说是火神马威卡登场，钟离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，如果 5.1 到 5.2 卡池不复刻，那么起码得到 5.4 及后续卡池了，两位冰系角色也被雪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版本中，据说 5.3 海灯节剧情出场角色很多，会有纳塔之外其他国度的很多角色，并且还提到了会有钟离的新皮肤，不过貌似有关于钟离新皮肤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，依旧没有等到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